诺基亚入门投资是家长关心的一件大事，但是今日多林湖区有多名家长反映，尽管因人已经交了学费，但几十名诺基亚却无变家乡入门就读，这些交代是怎尼一回事呢？杨静来，部分无法入门就读的幼儿家长，去到林湖区新海街道西南村一幼儿园向园方讨说法，原因是因人正交了学费。对方承认，诺基亚将入读家园，读啊少份，乜就挂钱乜，就当当唔该唔好读啊，托钱该交代伊啊，食小苹果，唔该到遐留学校，当遐宝贝个留学校个读咯，当啊我唯一课只暑假就来，我诺基亚来伊当无利用了咩，就唔只挂钱就变得无读，所以诺基亚始终咧，家家人心话讲，老师钱拢无至少，无单来坑拖，甲无单单来坑银单，拿出诺基亚坑瓜来去。个家长介绍，伊两个学会是交崩了无教育咨询机构个福建代表贾能时，而唔是个幼儿园。即番诺基亚有数十名原本到贾能时经营个教育机构就读，大概到两年前，贾能时表示爱二修学会，因而建设新幼儿园，并承认幼儿可以转入新园就读。有人甚至达到六万或者到三万五来进遐个。其他就打一几个，交三年，交三年之后，三年就三年来读书，读书后就三年个资金，三年够，好全部存遐多个，哦，稳赚稳开个就是三万五千四百。家长交交钱了，该借下那方面个。我个可以，我就按住多些，你来投资。有家长称。贾能时是集资将新幼儿园的名义收资，并到今年九月开学前，而新幼儿园协商让诺基亚会转来新幼儿园就读。这样子，诺基亚会到新幼儿园读了入外证，就变横方交债，无再读了。但因已经双方是有协商，但伊来就读哦。为什么在读无外证就恁阿小英、大小英个交钱个，无来就所学行下我读。对此，贾能时表示，伊到新幼儿园建设上发挥了背书的责任。正经启动就该2023年个，也2023年，落这个地就等2022年个年尾，我就攞双子个攞拍拍，全部就是个直路个我做起啊。如果每一啲个肯做啊，好好每一做做，伊就即刻把我踢出去，就得我无红咯。不过红方即声称，贾能时已唔算新幼儿园个股东。原因是园方已向伊支付了建园个相关费用等。园方话否认新幼儿园和贾能时往来个教育机构有相生个关系，因此无义务接收这批幼儿。根本就唔是只来帮人，是咪下集会判？到8月30号个时候呢，我发现呢，伊有收了资助学生800多万，我当时是有给伊打的处理吼，伊就当好，伊爱来和老师来讲座。等到9月15号的时候呢，伊出钱花无，提出来和老师来讲座。红方表示，学费是贾能时修改，因此这批幼资无法入园的责任，就由伊承担。对于如此大来个对幼儿园日常经营甲生儿造成的影响，伊仍然保留追究对方法律责任的权利。同时，园方也提出了事件个初步解决方案。行山幼儿园是希望指出幼儿有自学读，幼儿园理事会决议，家长也是受害者，幼儿园也是受害者。行山就是家长，蒙学起学会家长。来出席嘛，然后幼儿园来补偿政府及职满学费，让老师有工资好领，学生有资好读。对于这一番话，大部分家长表示难以接受，因人认为学费已被贾能时收取，以而新幼儿园个矛盾纠纷唔应该由家长买单。往叫去了叫家话龙样嘛。欠费个事，所以改革定了爱交钱啊，交钱啊。家长会个诉求是讨回已缴个学费，对此贾能时做了回应。当时我认为，家长伊个叫咱学费缴多少个，我有承认，家长开学费缴多少个，我这个有承认。你只要咱就真去讨这个，我始终还唔当个咨询啊，叫律师啊，是点个？
目前台只能使个新幼稚园之间的纠纷，到短时间来可能难以解决，还需要政策部交通协商，甚至诉诸法律。热登无资金，是到确保当时家长合法狂热的在提案，妥善解决农家的纠纷问题。我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相互从动调解，让小朋友会尽早纠纷。每年的夏秋时节是登记这个交法期。根据市疾控中心发布的通报，九月十六号到二十二号，沙头埔沟新增登记一百例三例，加在职照嘅零例增加三例，无新增重症及死亡病例。疾控部门提醒大家，要更当采取措施预防登记一。根据通报，华市新增嘅三例登记一病例，分别为本地病例两例，分布到钓南区一例、亭海区一例。输入病例一例会先来其他地区输入，分布到电源库。目前来说呢，省内多地已经进入了登革热的流行季节。那随着国庆假期的来临，各地人员是流动频繁的。那么登革热疫情扩散的风险是持续加大，疫情呈现多点散发的态势。登革热是经一般登革传播的疾病，急性传染病，主要通过病人一般其他人的吐嘅传播。目前并无特意治疗方法，严重个可致命。登革热是由登革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通过蚁蚊的叮咬传播。那么蚁蚊也就是我们潮汕话俗称的“安气蟒”，就是会看蟒。登革热的话有比较典型的四个临床症状。那么首先就是发热，患者通常是急性起病的。那么首发症状的话是发热，那么二十四小时内呢体温可以到39度以上。那第二个就是疼痛了。患者通常会感到头痛、眼眶痛、肌肉与骨关节痛，还有一个就是发红了，面部、颈部、胸部会潮红，貌似喝醉酒的一个状态。第四个就是皮疹，患者的一个四肢躯干或者头面部会出现充血性的皮疹，或者说点状的出血疹。由于患病的腰痛、很好醉、抽动、脚晃、脊椎隆突以及废弃的碗暗。包括吊水管、水杯生活、花盆土、阴菜多等，拢是人自身的温床。因此，防本明本是预防登革热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我们都经常说，没有积水就没有蚊子，没有蚊子就没有登革热。那么也是建议，市民朋友家中尽量避免水养植物啦。那么如果是要养的话，也要加到我们换水的这么一个频率，还有就是要及时清洗家中的一些各种托盘，比如说花盆的托盘啊、冰箱的托盘啊、饮水机托盘等等。家里的话可安装一些蚊帐、纱门、纱窗的这些防蚊设备啊，可以使用一些蚊香啊、电蚊拍啊、防蚊灯啊等等这些装备，也可以去用一些杀虫的喷雾剂，对我们的房间只是一个灭蚊的一个处理。如果对一些无法清除的一些积水呢，我们可以投放一些杀灭蚊虫的药剂。疾控部门提醒大家，目前对登革热并无特效药物可以治疗，也无有效目标，因此预防是关键，特别是最近在外出更要注意。首先的话，在旅行前呢，我们尽量要做到能了解当地的一个登革热疫情，准备一些比较宽松浅色的一些长衣长裤啊，准备一些含避蚊胺啊、避蚊酯成分的驱蚊剂。那么其次，在旅行途中，我们也尽量不要在草丛还有树荫的地方逗留啊。在酒店房间内要注意纱门纱窗的关闭啊，可以在床上安装一些蚊帐啊。最后一点就是，如果我们在旅行期间或者说返回汕头后呢，出现发热、头痛、关节痛、肌肉痛等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就诊，并主动说明登革热的可能。在这里也是建议市民朋友，如果从登革热流行地区回到汕头后，14天内应该继续做好防蚊的措施，并做好自我的健康观察。近日，钓到市区紫坪路95号的住户黄英达，伊能每日出入住宅楼，就甲见到豆崩多多不平样。原因是有两个豆崩桶塞到楼梯口，或经常有拾荒者去背可回收的废品。背出来的豆腐一个通街，导致散发出臭味，希望公部门能够妥善处理这个问题。个住户黄杨最近寡人伊人楼梯口的豆腐总是特别在，虽然每日有保洁员在去清理，但还是赶不上豆腐散生的速度。而且豆腐一在，就经常引来拾荒者的乱哄哄出，
甚至散发出阵阵臭味。讲这个么经常就是得啦，拉起吧，非常之多，一暝早啊，咪个一计拉起是非常，一计够计啦，就对了，个直接拉起散发出了好多嘅臭味，到我楼顶嘅住户拢是好受唔了，了直接咧出出入入就。我想那行到垃圾堆去倒一个，不等啊，消费人士真系行来就随便来倒倒门，非常跟你倒后一出倒门又过了一间，非常之跟你对人的生活造成非常之不便啦。你就是掉帮，就是话怪唔卫生啊，掉我就话噶，我就是话做人啊，是话拖到进去啦，怪毛病。住户会表示，倒崩汤塞到楼梯口实在唔合理，而且销量也唔够。希望有关部门能处理好这个问题。我只大门窗实质唔拉就对，因为三条楼梯一个四十挂号，你想啦啦，我只大门窗绝对唔拉经营啊！我只大门窗当当只楼梯门口也是非常之唔合理，我强烈要求，那我只大门窗是得移开啊！对于做好防人的问题，消防局局长的士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可能是最近街主体楼有做好搬家或装修，才导致生活垃圾造成。伊能影响相关界环卫保洁公司反馈情况，要求保洁员每日数两次准点再去清换道板。至于做好环境界道板桶销量不足及摆放位置不合理的问题，伊能外技术界环卫保洁公司沟通，增加优惠处理。正话上口的改掉是着相当倡导这样上强的组织。也是促动海内外调人向草芥家乡味道。卫生部国庆今朝文旅活动提升沙头文旅市场热度。国庆假期，沙头用为集团移到小公园开播区，举办古今美味小芥潮汕粿条美食文化节。这是潮汕各类粿条美食的首次大集结。粿条是最古潮汕特色的标志性美食之一。到潮汕地区，从直立沙餐到面烧点心，粿条拢是不可或缺的构成。粿条的做法参差不齐，有盘、炒、煮、蒸、烤等等，调味同样变化多端。既可以甲河路、沙爹、花生酱等传统调味料搭配，还可以甲麻辣、冬阴功、柠檬、金不黄等新口味加之融合。堪称最为多变的特色美食。粿条或是好在潮汕老华侨心心念念的乡土食物，沙地上长竹啦、蒜头油，只撮粿条灵魂配料，飘散着浓烈香气，到游子心中，则是点心正宗的潮汕家乡味。特在国庆假期，将各派首届潮汕粿条美食文化节，不少单位马上就报了名。其当就包括你表现其食品厂有限公司的欧娇老沙地厂。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个门市部，那我们这次报名参加我们本地的一个粿条美食节呢，一方面呢也是希望把我们这个优质的一个产品带给我们更多的一个消费者，包括说一些过来游玩的游客，让大家品尝到更加地道的潮汕风味。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呢，能够与其他美食企业共同交流学习，来共同推进我们潮汕美食文化的一个发展。潮汕粿条赞誉声名扬扬，为让更多人品尝到这份独特的潮汕口味，业内近年来大力发展潮汕方便粉、速食粿条商业。潮州市有口服食品公司就推进广阔的发展前景，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公司也非常期待参与首届潮汕粿条美食文化节。城市粿条呢，先算配上独步发展到一个速冻的粿条之走，并畅销到全国，乃至独步涉足出口贸易，包括速冻粿条、速冻河粉、速冻米粉及衍生出来的速冻冻粉咯、速冻牛肉圆粿条、速冻糕粉等。非常期待参加这次文化节。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重视我们刚才的山边花文化，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能够与其他行业进行交流和合作。近年来，沙头美食频频出圈，目前已进行全国全网最火的美食节目城市行列。
而改修改国雕每只文化作起工，将有更别的国雕餐饮店家、西山经验甲二级菜场家，参与品鉴展示、销售甲商团。参与独特场面宏大，是别多匆忙再次掀起拍卡山头每只的热潮。修改潮汕国雕每只文化作的歌牌，将为广大市民游客提供感在家并感地道潮汕每只的良机，也为餐饮店家甲食品厂商提供展示产品甲服务嘅作业平台。向公正传递潮汕每只追求健康、主动分辨、崇尚整治嘅理念，助力汕头每只商业走向成功。本人白清是落老店是五十多年，本人落老店承包是四十年，我白到那到至今，是就九十多年嘅历史哦。我本人之生是四十多年哦。做了四十多年的针灸，所以呢，这个针灸呢，对我是非常真诚的，对。为主是弘扬咱潮汕每只的传统，哦，所以政府这个平台就更好，加上咱能保障咱个产品发挥再大。特别值提的是，活动现场发展歌牌、数过比赛、国雕拍擂等趣味活动，并将组织户外节目表演等等。这届国庆假期，人一起享有小公园，不见不散。共享电单车引起编辑社日必受欢迎，但如果停放管理不详，这个给市民出行带来困扰。为政策部优惠共享电单车停放特殊，昨天早，林务区城管局干部的共享电单车企业签订管理责任制，实行车辆相互调度制度。从2022年起，莲雾社管部门将辖区内主要路段分配给五家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企业，由企业抽派运输人员对这些路段上所有品牌的共享电单车进行开锁、整理、摆放等，做到企业互管不分家。更近，莲雾社管部门再次创新管理制度，通过对辖区共享单车运营商责任区内所有品牌的车辆管理权限进行升级，由黄色界开锁挪动提升至应急调换，多方联动对共享单车征收费管理。魏先生是苗族共享电单车的运输人员，每日伊就负责将汕头火车站周边区域无需停摆的不当运营商的共享电单车进行规范管理和摆放。特定每咱个工作量有少少点，比如咱火车站就是制作乘客来个，哦，制作迄个乘客来个制作对接点，制作咩一网就叫在外地开车后，如果咱迄个有对接，就叫各大运营商来合作成立。等于说各家运营商的一个相互的一个配合度，等于说每个运营商负责一个区域，能够我们能够集中一个运力或者说人力，去把整个区域的各条路段去做好一个整摆。为更好地对辖区内共享电单车进行管理，莲雾区城管局组织人民出行、车警、消防车、苗族、煤矿等共享单车企业，召开协调管理工作会议，要求各家运营商落实车辆相互调度制度，并签订管理责任制。协助制度创新有哪两点？一方面，共享单车运营商对责任区内所有品牌的车辆管理权限升级，从开锁挪动提升至应急调换；另一方面，共享单车运营商对车辆的管理责任从道路负责制转变为街道片区负责制。莲雾东兴社区共享单车停放区被规划合并为四个责任区项，分别由五家运营商以两个月为周期轮流进行管理。这项制度就是把原来运营商负责整个片区的区域责任制，从相互开锁提升到了相互调度。当一个停车区域出现了积量、满额、超额的情况，共享单车运营商就具备了将其他品牌的车辆调度到下一个停车区域的权限，这样就能够有效地避免以往出现的淤积的车辆挤占了盲道、公交车站，甚至说占用了机动车道影响车辆通行的情况。
各界共享电单车企业表示，将重听后对于这间片区增加巡车，确保所有平摆车辆统一无事停放到定址位上来。接下来丢运的车辆，我们预计会5到8台的一个新的一个丢运能力的一个投入，就是去专门去处理这些堆积点，还有说容易违停的这些点位的一个清淤，集中运力去能说及时的把这些淤积的一个车辆就拉运走。我们这一次负责的话是新津街道这个片区，那这个片区的主要特点的话是潮汐效应的话会特别的明显。那特别是在晚高峰，包括说晚上，那堆积的话会比较现象的话比较明显。那我们也是适当的调整，将晚班的人手的话尽量的进行增加啊，及时处理好这种情况。现在我们整一个运营团队的话，现在的话在原有的基础上，我们进行初期的话是50到60个人的规模的话，在这一次签订责任接到制的话，会增加到80到90。个性，另外区城管警将实行监督考核机制，对未履行约定责任甲义务嘅营业企业，增加约谈甲停止。主题小区本来应该是居民换新生活的港湾，但是这条动作起来的背景却拍破了陕西西安这小区的自控领者。近日到小区多杯这个八岁的子女见到生刀走裂的时候，不再光对这新闻事件引发人们对小区换窗的深刻反思。14届消防水者为小区烈火大动，深17米，其中水深到9米以上，水面隔离井口约4米，井宽3米，长20米。事发的时候，井口共有3个加下泵淹盖。出事的两通甲个小朋友到小区内寻阿妈找点，唔再光跌落井洞。从两通对井到被救出，大概30分钟。随后两通被幼稚园维护人员抬走抢救，但最终不幸离世。目前当地成立由自强、应急、公安及属地街道配等部门的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正在全面开展调查工作。这场悲剧的发生令人痛心疾首，表面上看是因为井盖不合格，无防护门及喷白梯，导致两通不小心对井。但深入剖析，实际是每一顶管理员活从意识薄弱，未尽到挖窗保障这者。小区是公共环境，农家好生，从到挖窗安放的井盖，随时可能酿成大祸。到司法小区前年再就业主黄阳街类似的挖窗安放，每日却未引起重视，无增加全面检测甲整改，最终导致发生悲剧。因加下班应该消防水者，之前呼应了事的做法，充分暴露了每日对小区外窗的不重视。开发商、小区每日及相关部门日常送车不到位，让严重的外窗情况长期存在于小区内。这起悲剧并非偶然，而是外窗责任缺失的必然结果。小区外窗时光动态，每一顶管理员必须高度重视，切实理解外窗保障细节，莫让居民的生命外窗处于危险之中。正如五人两通的白青所讲的，只靠这做你无解开，只是用广告板加到个。开发商、小区物业及相关部门日常送车是做你做的，做你将严重的外窗影响而冲到小区的边。自从门对龙湖台签接调车而改得，对于这条背景，必然有人的为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日前给所有小区物业敲响警钟，务必全面排查小区外窗安全，并建立起日常外窗巡车制度。